现在就不要吵哈。帮我看 Allen 是不是打比赛？在抽血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比赛好像已经开始了。哎，我的名字放反了。左边这个是库特，右边这个是病。Head to head， 刚刚本来想要看 Dixie 的 head to head， 现在是看另外看他们两个的。嗨，嗨，哦，你接对哈，我现在你连刚上一场都二一对。Sonic， 他打赢我们第二种子。Dixie Sky 一号 ，Dixie Sky 一号 ，Buga Clover 二号 ，Buga Clover 二号，第一命由病率先收下。哦，我差点被变不见，魔术戏法。哦，这个并知道那个追不到，马上着地，直接 reset。哦，好，没关系。Buga Clover 来拿牌子。94%领先，冲出去一个 fair。哦，现在才94%的领先，刚是一命，又94%的领先。哇，这个放那个不安全的，没有魔了。哦，我想说没有魔了，应该会守那空闪，但是并可能没有看到，一个空前，追了很多 percent 呢。哦，哇，但是在空中没有用，空后。直接放弃萝卜，知道对方现在开着防护罩。Forward smash， 想要追平啊！哦，跟着一个幻冬主席下来，抓一个 up air。漂亮的空后，但是不够杀。阿贝尔吗？17，哦，死了的话，不死了，对对对，78%，不过打勇者没有所谓的领先呢，随时都可能被变不见，浪费了一点魔，没有拿到这个阿贝尔。两个架接一个抓前丢，哦，很危险哦。啊 ，boom！ 哦，上丢，追平，漂亮的抓，但是所有的魔不都用完了，拿回一些。开一波，哇！波局拳，这边吗？这两个动作都被并拉开距离，贝尔挡住了。开一个 buff。那个贝尔 wall， 贝尔直接被 four two 挡住，那个不安全的放魔，
后丢。哇，一个大高跟鞋，再切一个161，没有什么魔可以用了，一个 up two， 再拿一个 buff， 最后的 buff 机会了。哦，够吗？不够，因为太远了。最后一个 zoom， 啊，漂亮！哎，我刚看错，我刚以为那个雷打到，但是雷来不及出来。1-0，并领先一分。很精彩。Ash 7-11 三号。OK 了吗？好，我看一下附件赛。照理说附件赛都报名结束了。好。附件赛有没有还要报名的玩家没有报的？有没有玩家是要报名附件赛还没有报的？0212都可以哦。哦，稍微没看一下就掉了一名，应该是被勇者的什么打死。附件赛准备开始咯。好吧，可以开始用了。对，直接刺脑袋，一直跳来跳去的，不安全的贝尔没有拉开距离。直接死掉 ，Board Smash 打空，然后被丢出去，然后回场也失败，然后再丢歪，卡布丢了30级的那个魔去掉。酷的刚刚一连串的不走运，但那刚刚不是运气，刚刚就是操作，哼。Up two， 这个 Perry， 哇，撞到脑袋！冲过来 ，Up two， 领先还是很多。彩虹手指，哇，几个动作没有接到，很可惜哦。那病的打出场外的机会，比数被追平了。血瓶，抓到上平台，这是终极无敌，哦，多了个击杀的手段。不过打勇者的话是没办法抱怨 RNG 的话，打勇者是绝对不能抱怨 RNG 的，用勇者了，应该这样子。领先150%，前溜还是下溜？想要抓一个加了魔法的阿贝尔，开一波，两个 buff， 1-1。
你可以开始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叫。好。啊。好。好，复健赛要开打了。有参加复健赛的，记得到时候要给丹尼负责。给你五六七号。五号冰七吗？六吧。有吧。五号冰七 UK 复健赛，来拿牌子。六号 UZ 大脚。Yuri 大脚六号复健赛 ，Yuri 大脚六号复健赛。好，我们看多少。鬼 Popo 七号复健赛，两个下去玩复健赛的有应该要先被淘汰掉了，要来拿。哦，零比零。并追平了这一命，目前只有11%。Got two。哇，为了拔那个萝卜三度轴伤，这是伊利集气 Force Smash， 这个没有看对方魔法吃了个 Sizzle， Maybe we'll see， I don't know we'll see， yeah yeah yeah， 好，拿两下也是两下，89%算是追平了，这个漂亮的抓，哦，躲过了波局拳，刚才打左边搞不好就收命了。阿Till吗？要来了，好，不是阿Till。还一波，有贝尔不安全哦。有 jab， 再一个 jab， 哦，这个 jab 就被惩罚了，掉命的惩罚。哦，这个雷剑的距离。真危险，证明谁会抓到跳。滚了几次都没有被阻止，抓到跳，抓到滚，哦，完全追平了，勇者冲砍。哇，漂亮！最后一下被抢到，2-1。下方注意哦，下方应该是 loser， 现在应该已经进入八强。
要打 BO5 的要自己看呢、啊。八强 BO5 啊。However, you know who? BO5, Station 2.安娜拍死一下，来，谢谢。包五哦，对。哦，想要直接拿一个，差点刺到。刺到的话就直接逆转。二一零 ，OK， 谢谢。对。布特领先，哦，吃关东煮没有魔了，回都回不来，满嘴的关东煮。Jab 挡住了 Daisy 的位置，下丢空抓跳，一个 Bear。彩虹模式，哇！直接打那个库特想要二段跳进来的位置。现在领先的回到，领先的是病。哦吼！没有，值得吗？拿了十六个魔也是 MP 也是够了，够用三十个，三十滴魔。现在我们 MP 这个 Fortio 已经 stale 了，没办法击杀、啊，但加了 Psycup 就可以。啊，上丢，哦，有可能是库特的晋级的一命哦。好嘛哈 ，Jab， 萝卜费尔，喝汤圆。这个 force match 就是叫你打我， jab 打出场外，哇，直接豚骨强吃萝卜，抓滚内。哦，这个贝尔中了很重要，把普森打到了一个很危险的区域了。哦，抓滚，二比二。好，决胜负的一盘了，决胜负的一场，都打到最后一命，很精彩。挤一个火焰儿，26%的 Fortune。
这个没在看，这个是按错吗？哦呦，萝卜被蒸发掉了。没、okay. 哦。波卡跟架构六号，波卡架构六号附件赛，波卡架构附件赛六号，前溜，吼吼吼，冲到很远的地方去拿 buff， 拿一个 forward tilt 直接没有击杀。拿一堆 buff， 冲冲冲 up tilt， near near， 关键的一场由库特领先，哇，吃关东煮。还没有饱再吃一碗，哦，没有在看，75%领先，还一波。没有开到太多，掉 combo， 哇、哦啊，拿萝卜，应该是按错，好追平了，两发都被躲过，并这次也看得很准了。完全平，贝尔，哇，又是双 buff， 单 buff， 抓跳，勇者冲刺，库特的 up tilt 太明显了，但是也可能是他故意要这么做的。算是比较好的方式吃了那一招、啊、哇、跳跃自杀斩在这么关键的一场，拿 buff 想办法追回这一命，什么都加在身上，拿一个 dash attack 11%放盾，那招是还有后续的，38%领先。哦，跳过来，阿特命中，你的贝尔就拿了23%。93，哇，中了一个大颗的，但是可剩不够，鹿死谁手，没有创到，哎呀，没有创不到，结果变劣势。